妹妹，天都要黑了，你怎么还在跑上啊？你还是个稀客呀，那么久没来，你在搞啥呀？一天？我专门来找你的，跟你说个事。跟我说啥事啊？过来。你先忙吧，等一下跟你说。你那些说啥事了？等一下跟你说。啊？等一下跟你说。哎呦，你说嘛。等一下回去了再说。好嘛。回去。回去。哎呀，他聋到了已经。摇一下嘛，你都等着了，还要我真的是服了你了。你往他前头摇，他摇我那边摇的车先。啊，好，好，可以了，那回可以了。这羊子真好哎，喂得肥呀，一肥二胖的。二天送你一头。要得嘛。走啊，过去了，到我坐。我都不过去了，我马上走了。啊？我马上走了，我不过去了。你走，你往哪走？回去了。你才来，你要回去？这啥情况？我以后可能不来找你耍了哦。啥子？我以后可能不来再找你耍了。哪么的了今天？嗯，我们屋里的刷到我们的视频了，我感觉不太好呀。刷到视频不太好，那往天你不是说的是可以记录的吗？我不介意啊，但是屋里的人觉得不好啊。哦，那我懂了，那我以后不拍了就行了嘛。现在不是拍不拍的问题啊。那也到我去做嘛。我准备回去了。来都来了呗，你回去搞啥嘛？有啥事情倒不商量哦。现在这个事情没法商量了啊。没法商量，没法商量嘛。有啥事情我以后不拍视频了就行了嘛，对不对？现在不说拍不拍视频，现在已经影响到了我的生活了吧？我感觉。那饭吃了的嘛？可能也那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你煮饭吃了。那。谁能看见我心里的？做朋友的话，二天我还是来找你蹭饭了，你还是给我切给我吃啊。嘿，那你来了，你妈要打你，你来嘛。那不怕。嗯，倒是。蹭个饭吃，没什么问题。那你再吃一块去。嗯，好，再来一块。今天多吃几块，二天都吃到了。我看到都要流口水了，王姐，炒的还是蛮香的。你喜欢吃就行嘛。以后还是会来蹭饭的。嗯，我说了，只要你妈不打你，你都来就行了。妈肯定还是不得打嘛。二天杀猪了，你们又来吃嘛？好，吃年猪哈。嗯。啊对。那个腊肉，一般情况下还是真的是没舍得拿出来吃哦。是吧？嗯。再炒个干羊片。嗯。嗯。嗯。哎，你干羊片晒得还多啊？那在农村晒得都是多。你喜欢吃的话，等一下我给你装点嘛。那不是还有和腊肉炒了，还有腊肉。我等一下也给你装一些嘛，和着一起炒啊，就是香气嘛。那你给我少装一点嘛。嗯，马上吃饭了。好，不要动。你要倒酒了，没得倒了，俺还没倒。还不喝酒？我不喝酒。嗯，我不喝酒。少喝点，少喝点。不喝酒，少喝点，少喝点。那我今天少喝一点，少喝一点。你要喝吗？那我给你少倒点吧。嗯，好，可以了，喝一点点就行。嗯，吃哦。我不要。你不喝？我不喝。你也喝点吧。嗯，我不喝酒。你不吃啊？我在吃，我在吃。不喝为什么？我在吃。那不吃我们就喝酒哦。来喝嘛，喝嘛。你们喝嘛。行。来。行。少了倒吃。小了那个挑个菜吃，好，对，我自己来。来，那个来，你好久都没来了，我们来。我挑了。消个酒哦，好，来喝。我是最近屋里有点事，有点忙，所以没时间来。消哈消哈，来。别打扰了，吃个菜哟。好，要得。这样，我挑了，我自己来哈。挑个菜吃哦。